你知道我常常看到风铃草来玛丽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种是不是风铃草们爱屋及乌，一直都一直都喜欢我们两个嘛，那样很棒耶。你单推浮云呐、啊？那真的哦，啊，真的哦，啊。先我你喜欢玛丽跟蕾蕾不好吗？你啊，真的哦啊，也很棒啊。我哪有嫌弃，我哪有，我说很棒。不是啊，蛤有代表很多意思啊，蛤子就是蛤蜊，蛤蜊很好吃啊，玛丽很喜欢啊。不是，玛丽是淑女，我在跟蛤蜊先生打招呼。在提醒大家，喝车不开酒，开酒不喝车。喝车不开酒，开酒不喝车。路上看到蛤蜊，记得闪别走。啊！我是狐狸，我不是羊。啊！哈！